上回书说到张鼎教了两个徒弟，张开跟李豹。出师的时候，张鼎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们俩出师了，保镖护院，戳起杆子立场子，有什么娄子，有什么困难，有师傅我呢，给你们盯着。可就一样，不许你们当官差，不许往这六扇门里钻。这哥俩答应了。老侠张鼎这两年竟上外边忙去了。这哥俩有本事，当地的知府经常派人来请，小哥俩就给谢绝了。可是啊，这知府真着急，这地面竟是些不法分子，官府里抓差办案的官人对付不了，一次两次请，甚至自己亲自登门来请，这张开跟李豹被官府催得没办法，就把这件事情跟张鼎的老伴儿，也就是他们的师娘说了。这位老安人一想啊，得了，你们师傅也不在家，盛情难却，愿意干呢、啊、叫干吧。有师娘这句话，这哥俩就在镇江府当了八班总头。没想到最近在镇江地面出了18条命案，死的都是少妇、长女、大姑娘、小媳妇。18条命案啊，这18家的家人受不了啊，告到了镇江府。镇江知府李连家李大人两榜进士出身，爱民如子，自己管辖的地面18条人命啊，我要抓不住贼，我这四品知府的乌纱帽保不住了，我也不能给老百姓伸冤报仇啊。所以他立刻传唐谕，让瓜州知府府衙立刻带着5座书办招房差役到各地尸场去验尸，添好了尸格，让尸主掩埋了，而且还答应人家一定为你们伸冤报仇。李连甲升坐大堂，把张开李豹叫来了。张开李豹啊，你们就是当地人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，现在父老乡亲遭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本官我丢官罢职不要紧，你们两个人是八班总头，一定想办法拿住这贼，尽管竟是无头案，也得想办法把贼捉来，捉贼归案，给死难者昭雪伸冤。本府给你们10天的期限啊，凡是府中所有的官人可以随时受你们两个人听用，你们两个人想用谁用谁，想调谁调谁，一定想方设法把这贼给我捉住下去吧。然后把公文给他们开好了，打好了府台大人的官房大印，八班总头张开李豹遵命下去了，挑选了精明强干、眼明手快的官人，在镇江府管辖地界城乡里外、娱乐场所、旅店、客商明察暗访，转眼10天过去了，黄鹤无音。到了第11天，李大人升坐大堂，快班、壮班、造班3班人一往两旁边一站，待张开李豹。神前张开，铁腿李豹来到堂口，跪倒在地，下一张开李豹给大人磕头。张开李豹，10天的期限，可曾拿获贼人？大人，下邑无能，没找到贼人，我们把所有镇江府的地面都过了一遍，也没发现贼呀、啊、大人开恩，额外再宽限几天，好吧，再给你们两个人5天期限下去吧。这哥俩又走了，带着人捉贼，5天过去了，俩人傻眼了，哪儿找去、啊，今儿这贼站到你面前，你也不知道他是贼，人脑门上写着呢，我有18条命案，这不可能啊。大人升大堂，面沉如水，
把张开、李豹叫了一问，两个人说什么呀？还是这句话吧，大人下意无能，请大人再宽限几日。啪！李大人一拍惊堂木，张开、李豹，当初本府知道你们二人不错，人品好，功夫好，是当地有名望的武术家，本府曾下过请帖，几次三番你们谢绝了，本府把当地的名人请来到你家中去请，最后本府亲自到你们二人家中去请，你们答应了，既然是请来的，你们现在是本府的大班头，你们就应该捕盗拿贼，你们是本府的左膀右臂呀。有道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十八条命案，人家施主在家中可盼望着咱们官府给他们报仇呢。怎么样，到现在咱们束手无策，拿不住贼，这仇怎么替人报啊？来呀，把他们两个人押去，重达20大板。呼啦一下，堂口官人跪倒一大片，大人呐，请您宽限，请您宽限，您要是把这二位班头打坏了，这贼更没办法拿了。李大人也不愿意打，有道是法不责众，得了，你们起来吧。哎，李豹张开呀，大家给你们求情，再给你们5天的期限，如果这5天之内贼人不能到案，死难者不能昭雪，就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押进大牢作为人质，什么时候捉着贼人，什么时候释放你们的家眷。哎呦，张开、李豹可吓坏了，大人，就是贼站在我们哥俩面前，我们也不敢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，人家脑袋上没站着字儿啊，大人，这可是无头案呐、啊。得了，我们哥俩也商量了，请大人您赏下名片来，我们两个人备办礼物到张家庄我恩师府中走一趟，听说我师父从北京回来了，如果我恩师点头答应了，他要是抓贼，他可是成名的侠客呀，有经验有阅历，胜过我弟兄万倍，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。好吧，你们两个人也是为国为百姓一片赤胆忠心，就照你们的话办吧。哥俩拿着李大人名片，买好了礼物，就到了镇江瓜州张家庄，到门口哥俩不敢进去，发怵，师傅不让进六扇门，结果还当了官差了，没办法呀，叫吧，啪啪一脚门，家人出来了，哟，二位大少爷来了，我师傅呢？老爷子呀，刚从北京回来，到家就念叨你们哥俩，我们俩能进去吗？您瞧，您不能进来，谁能进来呀？您请吧，正在客厅里坐着呢。这两个人进来了，迎面张红出来了，二位少爷，老爷子回来好几天了，你们怎么不来呀？老爷子生气了，听见信儿就应该来呀，看你们哥俩这模样，今天才来是不是出事了？嘿呦，老哥哥您猜对了，我们知道师傅回来应该来，官身不由己呀、啊、这事儿啊，不说你也知道，我师父不知道，是命案的事儿，18条。是啊，老哥哥您快给我们回禀一声。嘿嘿，等着挨说吧。那老管家什么不知道啊？老管家就把哥俩手中的礼物接过来了，哥俩整理一下衣服，老管家先进来了，把礼物往这一放，老爷子，二位少爷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干嘛还买东西？您瞧，这不是孝顺您吗？老管
管家一挑帘子，二位少爷请吧。这哥俩进去赶紧趴在地上给师傅磕头。师傅，两年没见您，您老人家可好啊，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。起来起来吧，干嘛还买东西，是我们应该孝敬师傅的。客气客气，你们两个人坐下吧，老管家给他们哥俩沏茶去。时间不大，老管家吩咐下去，家人把茶沏上来，老管家就告退了。老侠这才问张开礼包啊，两年我不在家，你们哥俩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您这两年总不在家，现任的镇江知府姓李，叫李开甲，是个清官，他爱民如此，他可知道我们哥俩是您的徒弟，为了维护镇江老百姓的安全，他几次派人来请，让我们两个人出任知府的班头，我们都给谢绝了。李大人派了不少的名人来请我们哥俩，我们又给谢绝了。最后李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到我们哥俩家中，一定请我们哥俩出来维护地面百姓的生命安全。刚说到这儿，老侠张鼎把脸往下一沉，可不高兴了。出师的时候嘱咐什么来着？我嘱咐你们，就不让你们当官人，不让你们进这六扇门，不听。哎，老人家瞧着俩徒弟，既然进了官府了，是官人了，你们跟我张鼎张慈眉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干就给人干好了吧。师傅，最近地面上可出了事儿了。什么事儿了？师傅，咱们镇江一连出了18条人命，杀的全都是少妇长女。跟您说，这可是无头案呐。老侠张鼎一听真生气了，哼，心说你们两个人捉不到贼人，现在找师傅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当初跟你们说过，吃什么饭都行，干什么都能养家，就是不许你们进这六扇门。现在进去了，又遇见地面上这件恶事了，你们的功夫钱办不到了，这不是让为师骑虎难下吗？连你们我都不让你们为官，不让你们当官差，这事儿挤得我要抛头露面吗？张开礼报知道老爷子是真生气了，俩人站起来了。师傅，您瞧，这礼物可不是我们买的，是知府李大人给您买的，这个我可不敢收。师傅，您不收也得收，您瞧这名片都来了，把名片掏出来放到八仙桌子上。师傅，您要是不收，明天李知府准会亲自来，今天他就要来，我们哥俩给拦住了。我们说了，我师傅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，您要是亲自去了反倒不好说话，所以我们哥俩给拦了，拿着知府大人名片来的。嘿，张鼎张子美看了看这名片，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哥俩办不到啊，18条人命啊，无头案，如果捉不到凶手，知府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您打听打听，我师娘都知道李知府两袖清风确实是一位好官，您刚回来，本地面出这些事儿，那就是冲着清官大老爷来的，是想把这位清官的乌纱帽给摘下来，我们哥俩确实无能为力了。人家大人传下话来了，我们哥俩来请您，我们本不敢来，本来没孝顺您，还给您添麻烦。哎，没办法，您替当地的老百姓想想，您不为官府，您还为父老乡亲呢，啊，
所以呢，我们抖着胆子来求您。这小哥俩挺会说话。老侠张鼎手捋胡须，微皱双眉，看这哥俩是真着急。哎，知府脸面重，你说这事儿咱们要不管吧，显着咱们爷们儿不通人情；管吧，不为官还为民呢。但是管就得把这件事管好了吧。你们两个人抬头看看，为师我扔下60奔70的人了，如果抓不到贼，我身为侠客，一世英名付诸东流，这跟头我张鼎栽得起吗？嘿，你们两个人呢，就不应该进这六扇门呐！徒弟办不到，人找师傅来了，让我跟你们栽跟头，坐卧不宁，你们两个人可真孝顺呐！正说到这儿，张方进来了，因为张鼎在气头上。老管家劝张方，您别进去，这够热闹的了。张方不干，怎么了？我爹，我进去看看老爷子，不管怎么着，我是他儿子。张方提着小包袱，拿着3棱袜面吕祖追往里走，老管家跟着，怕张方进去老爷子骂他。到了客厅了，张方一挑帘进来了，哟，老爷子您好啊，咱们爷俩可有个10几年没见了，我这给您看楼了。父子天性，张方这心里头也怪难受的，10几年没看见爹了，把包袱一扔，跪在老侠面前磕头。老侠张鼎一看，10来年了，我这儿子没变模样啊。嘿，这大蚕豆脑袋，前出狼后出煞，当中间一个大瓦棱，就拿着奔子奔，凿子凿，这蚕豆脑袋可就成了形了，浑身埋汰，没有一点利索劲儿。其实张鼎张老侠也想儿子，这正跟俩徒弟生着气呢，这不是一般的小事，捉不着贼这一辈子白混了，名气在这儿呢。本来跟俩徒弟就生气，看见儿子这模样又生气了。老爷子看见同林的徒弟了，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洪玉儿、杨小香、杨小翠，又好看又能的招人喜欢。他我这儿子，嘿，怎么长得呀？要是10几年没见，现在他利落点儿也好办呢。一看见张方的脏，老侠可不高兴了。你呀，你是想着把我活气死啊？出去上后头找你娘去。张方知道准知道一见面老爷子就有这手，再说跟俩徒弟生着气呢。他站起来了，低头一瞧，张开礼报在这跪着的，二位师兄怎么这模样啊？哥俩脸一红，嘿，师弟回来了，您瞧我们这儿求师傅给办点事儿。嘿，我知道什么事儿了啊，刚才老总管哥跟我说了，十八条这病对不对？你们说说这贼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在这儿作案？难道真为了你们这知府，为这清官？嘿，我看呢，根本不是。师弟，那这贼为什么在这儿杀了18个人呢？纯粹给李大人脸上抹黑呀！得了吧，你们俩小子不明白，我告诉你们，这贼斗的不是知府，斗的是镇江地面上有名的人物。人家知道你们这儿不是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风流侠吗？人家这贼就在你风流侠鼻子底下做下18条人命案，让你瞧瞧。起来吧，老爷子不管，他管不了，英雄出于年少，他老了。起来起来，这事儿我办。差点没把张鼎气死啊。奴才，
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？啊，这件事情咱们爷儿俩要是应下来，兵连祸接，这娄子就大了。再说这绿林人，你知道他倚仗什么势力吗？咱们惹得起吗？得罪不起呀。得嘞，老爷子，您这话还像一个老侠客爷说的吧？贼就在您眼皮底下，宰一个是一个，宰一个是一个，您无动于衷，您算什么侠客爷呀？二师哥，起立来，请我爸爸请不出来，没关系，有我呢。张开礼貌，心说有你，你管什么呀？有你就没我们哥俩了。师弟，你看不起我，瞧不起我，嘿，你们哥俩也不打听打听。我在广东学艺12年，现在我就是少剑客爷，我的老师谁比得了啊？比咱家老头子强多了。我老师广东龙门县法源山寒风岛祥赐观观主，复姓欧阳，单字明修，三清教的总首领。嘿，12年叫我张方出名了，给我起外号病太岁。你们知道什么呀？我师父给我送下山来，赐给我3只麦门弩，6只枣弧镖，1条3棱袜面驴走锥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正想着回来施展能力呢，哼，别跟老爷子在这瞎耽误功夫。他不爱理你吗？甭理他，他是老魔咒。我到后边看看老太太去，然后咱一块走。说完，张芳拿起包袱从门里头出来，就上后院了。老侠张顶的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孽障啊，真是孽障，我怎么养活这么一个儿子。张开礼貌心说，我师父这人呢，就得让我师弟气他，让我师弟治他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人家做了18条人命案，对呀，师弟说的有门，那不是冲着李大人来的，是冲着师傅你张鼎来的。你不敢出来，你还算侠客爷呀？还真不如师弟呢。老侠坐着生气，咱不表，单说张芳，转身行往外走。他听见了，后边他爸爸张鼎骂他，冲他嚷，他装听不见。他往后院进屋一看，妈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呢，多少年没见了。张芳这一见母亲，要跟着张开礼报出去捉贼，张芳要立功，下回再说。